听着，所谓救人位，就是要在队友最绝望的时候挺身而出。你们溜不了监管，我来溜；你们救不了的队友，我来救。阿哲，哎，不是你这刀都戳到僵尸头上了，凭什么判定到我头上呀？这中间隔这张椅子呢，离谱！大家不要慌，技术调整而已。当我们面对防守能力比较强的监管时，我们救人一定要快抓狠。接下来就看祭司的精彩表演。此时电击马上也好，帮忙心急如焚，到处丢炸弹。而你们看祭司啊，看起来就是一副淡定从容的样子，完全没有惧怕，棒棒的压迫感，养精蓄锐，蓄势待发，一出手就是必中。已经压好了，祭司应该马上就要开始他表演了。祭司的表演，祭司好像断线了。嗯，是什么鬼素材啊？能不能不要总给我挑这种反面案例啊？哎，看到没有？这才是正确的救人之事。面对这种防守流监管，一定要快转狠，一点机会都不给他。哎，还帮小安扛了一刀，看到没有？完美救援加500分，这不是简简单单的吗？小安也是非常给力啊，26真诀时间非常充足，另换去救第二波，我来补掉另换电击。现在电击只有2台，调酒师手上电击马上去好，这把开门战还不稳稳当当？来，先恢复一下状态啊。调酒师被追，我先去补电击。带米勇敢跑，电击我来搞，好，非常完美。刚刚病患发电击67%，那现在应该是80%左右。先摸好调酒师，你去补电击，我来救人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。嗯，哎，你怎么当面摸箱子？喂，有点过分了，兄弟。啊，算了，不管了，卡半就再说啊。先一个护肘躲开雕像，然后直接头铁烙，这把电击够的啊，可以死扛到底。可以，只要扛到刀就行了。走，过去看看电击的情况。这拉闸，还会再见吗，观众朋友？再见的时候你要点赞关注，好不好？观众朋友，你要点赞，你要关注，好不好？点赞关注，你以后可能刷不到我了，没关系，你给别人点赞关注，观众朋友。观众朋友，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，朋友！观众朋友。